一句话惹怒原住民，加分的啦，骑山猪，拒绝原住民刻板印象，不要对我贴标签。你知道你们的山猪怎么，你们的狗怎么讲，他们就会讲忘的啦。哎，你们原住民真的都很乐观、热情、好客耶。没有，好像我们突然发脾气就是不对。对对对，都远内心也是蛮有压力，就是会被刻板印象说，哎，你很不像原住民。6月14日，星期二晚上9点，请锁定原视频道。同学，我就问。